你没穿。你想不想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？你穿的啥？你不穿的睡裤吧？你咋知道？真的，你比我还那个啥，我还知道穿个短裤子露个腿。我觉得我下半身也是个老头。你为什么老穿这种裤子啊？我喜欢这种裤子啊。你没有这种裤子吗？你穿着特别舒服哎。有啊，就有这种运动裤啊。洗了呀，洗了。哦，你洗了，就穿着也很舒服啊。哎，如果我扒一个瑜伽垫的话。就是如果我扒一个瑜伽垫就不用穿鞋子了是吧？对啊，我在瑜伽垫上跳操，我就不穿鞋子。那穿袜子不？还好吧，瑜伽垫上面它有那个花纹的那种，还防滑，你只要上面没有水就可以了。如果脚底出汗怎么办？你动半个小时脚底就出汗了，那你身上得出成什么样子的汗呢？啊，真的，我可能动十分钟就出汗了。那你买一对那个，就是有专门的那种运动袜子，它是那种脚趾分开的，然后底下会有防滑的东西。真的有那种袜子，你可以买一双。反正我脚底不出汗，我都是直接光脚跳的。嗯，对，脚底出汗好像就是因为有点太虚了。你尽量不运动，你可能太虚了，应该是。你要是穿运动鞋，我没穿袜子，那不臭死了？不是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出不出汗。我问一下的话，一般女生应该还好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也往不化妆吗？就是因为我脸上爱出汗。哦，你脸上是感觉是比较会出汗的那种。对，然后我就不想化妆。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在野王时我7点钟就起来，我就说我要做一个今天一定要化妆，结果。每次都没有化妆。你听我说，我刚一化10分钟流汗，我就又跑去洗了。我就说算了算了，今天不用化妆。哎呀，我笑死了！真的是真的热。我脸上不容易出汗，可是我就背呀、什么都特别容易出汗。你们才有脚臭呢，女的脚出汗再穿个马丁靴绝了，汗臭，汗臭，笑死！打一把 PK， 人家2个小时不能 PK， 不是人家两，你们要想想，人家对面2个小时不能 PK， 能不能激进一下人家的那个激什么 P？ 8点到10点只能 P， 只不能做那个什么。对嘛，看你们想一想能不能上一点。我有些雷雨哥的一毛。只能中间这样子批，但是不能有那个奖，不能有奖励这种东西。啊，哦，奖励。就是就是你不能说那两个字，你知不知道之前超管发了的。哦，谢谢一哥大雪瓶。完了，大雪瓶都上了，飞机还没有吗？欢迎千墨62。哎，你白天的时候，你白天的时候没有 P 两百吗？有奶？白天我会 P 啊，但是我 P 的都少，其实一般十把都没有吧一天。哎，你白天的时候 P 过的，你为什么现在还可以 P 啊？他只是8点到10点只能 P 两把。谢斯文哥。8点到10点 P， 我中间干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大主播现在白天开始播了吗？从早上开始播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卷了。不，因为 PK 只能白天随便 P， 晚上8点到10点的时候只有2把可以 PK， 他们就选择了白天播，然后半夜的时候再来播多人。哦，知道吧？原来有奶懂，还懂得挺多的。这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的。哦，欢迎铁孤单，晚上好。我以为大家卷起来了，结果一看，大家原来是为了 PK。是好多人白天播的，他们都很勤快的。嗯，家最近画家白不白？嗯，没有什么人砸，感觉。好吧，我天天。前段时间有人砸，特别黑，特别黑。最近没人砸了。哦，我天天都在。让我们家大哥送一送，包出
谢谢小凯的浪漫花束，谢谢白粉的大气。谢谢思文哥，能迟到一天吗？谢谢我的女人。那当然不行啊，当然不能迟到啊。对啊，那我们不能迟到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幸好这两个月没有来，没有来四川，真的热的那天呐。武汉也很热的，而且主要是我老想减肥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减下去，问题是。我就怕你们来找我，现在胖的像个胖子似的。你看着就胖了好多。祝你明天起来100斤，真的，你做个人吧，铁骨头。你这祝我起来100斤，真的不是人。哎，出了一个还可以呢，谢谢小可爱的山水初逢。你看人家出了，我们家也出出嘛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你要减肥，你赶紧起来给我跑步。你看看你胖的有奶。天哪，我周四还要拍照，我的天。我要这四天。你这么胖，人家到时候拍照不 P 图都不好 P 呢。你在说的我突然都不知道说啥了，你这。我真觉得你胖了，真的。我前两天我都没怎么看直播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健身。我这个人一胖一瘦在脸上特别明显。对呀、啊、你脸上就看起来圆了好大一圈啊，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是不是吃的饭都吃在脸上？哎呦，我笑死了，这个脸喷上脏一点嘛，兄弟们。哎呀，真的恼火。你看我的周榜，你觉得你在斗鱼还能不能挺？反正如果我是你，我都不播出去捡瓶子了，感觉都不够房租钱。真的太难了，但是我每天还要嬉皮笑脸。我有个你哥哥，他本来就很瘦嘛，自制本来就比我瘦，他还比我高一点，他还比我瘦一点。笑死。要瘦成 CC 这样的话，我按照这个身高的话，我至少要瘦到94或92。差不多94斤左右就差不多吧，我现在97斤。哎，你在野王见我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时候穿长裤？你那时候穿那么多，我能看得出来呀、啊。哦，你也看不出来。嗯。但是我上次在那个云南的时候，我们俩不是穿个抹胸那个衣服，我就看出来你胳膊跟我一样，就是这个地方很多肉肉。啊，这个就这儿啊。从来不穿背心。我也是，我也觉得这里丑，但是腿上我跟你的腿一样，就没有什么肉，但是就是胳膊肉多，上半身胖。我们直播平时吃东西或者什么就做的久嘛，它长肉，就长上半身和屁股那块。嗯，真的，它长肉，它其他地方不长。欢迎范范，我现在裤子穿不上去。那你真的胖了挺多的，你裤子。现在穿裤。哎，他们不是说现在斗鱼又回去了吗？就我可以露肚脐眼啥的。可以露肚脐眼，那你露啊。我从来没露过肚脐眼。我就问一问。你穿个短衣服不坐在那会不会有游泳圈啊？没有吧，没有醉的。有醉的那得多胖。没有醉的，没有醉的，没有醉的，但是能摸得到肉。笑死了！等你下一次来四川找我们的时候，我肯定瘦了，我肯定瘦。你下次我们来找你的时候，你至少要瘦到多少斤？95吧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没瘦到95斤怎么办？我请你们吃雪糕。我以为你要说什么东西呢？你刚说我们吃雪糕，然后你就从95，不仅没瘦到95，然后还从97涨到100，是吗？这吃雪糕啊，那不然吃啥这么热天？谢谢小可爱的小画家，我笑麻了，真的。太热了，这两个月千万不要来，太热。武汉也特别的热，但是这两天比前几天要凉快一点，感觉。我周末本来就要上班，只是上2周。哎，怎么感觉莫哥是不是一直没有播？他这个月没来，他明天来。哦。明天不是就是下个月了，8月份了。对对 对，那他不是又要去播会了？应该斗鱼最近没邀请他吧？
说实话哈，七八月份出去做户外那么热，大家都没有特别大状态。嗯，容易发脾气，说实话有点什么事儿的话，说容易暴躁。对。你们那里才三十五，叫凉快吗？我们这里它标是标39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有40多度了。我们这好像32度，晚上还好，啊、凉快。晚上还好，但是白天好热，白天特别热。我现在上个厕所蛮大，哎呀，热的，笑死我了一天。妈，直播天天都在笑，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在笑什么。你笑点太奇怪了，有时候我真的好想笑。他们老发，不是我个真的搞笑，是他们有时候发的弹幕真的好笑、啊。他们有时候一进你直播间，然后你的嘴巴都是，真的好笑吗？我直播间的室友还叫我吹老白金补补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让你补脑子？不知道啊，他们就叫我有点神奇。跟你讲，有一句话叫什么？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 CC 能一发入魂出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深渊。对，这就是爱笑。两个直播间一发入魂出的，开什么玩笑？深渊。一般人是有这个运气，我那都是拿阳寿砸出来的。真的，我砸完之后我都不敢相信自己。这个就是他一脸的笑容换来了两个深渊，让我和堂主那天吃了个饱，知道吧。他一脸的笑容，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年纪了，笑的是很容易长妊娠纹。你真太会笑死我了。你要想一想，买个眼霜还要涂一年才会抹匀，一年都抹不匀。我跟你说，抹不匀，眼霜只能保持，它无法的逆转的。你说我们这年纪了，笑得这么开，容不容易？是不是？又不想想，不可能天天直播垮这个逼脸。真的麻了，有点。你每天在这个房间直播，你家里人在外面听着不吓死了？有点疯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过。你爸爸不吓死了？我感觉要是我妈都觉得以为我疯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妈搞笑。有一次我在这里 cos 嘛，哈，戴了个粉色假发，在下午来去看我的时候，他不是看我吗？就进来送个水果。他就笑出声了。是不是现实亲眼看感觉很就是很诡异啊，那个头发我都不好意思，真的。而且我妈真的很好笑，她每次送饭送水果她不给你放桌子，她放在地上。要坐牢，我操。不是的，她放地上，你家是不是养狗了呀？我家有狗，他习惯性啊，因为狗一般都是趴地上吃啊。哎，真的，他就给我放地上，然后对呀、啊。我操，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啊！哎，你妈给你送饭送水果放地上，真绝了！我操，跟探监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再给你看个图，你来我直播间看。我看一下。你要来我直播间看看。嗯。什么图啊？你来看。你放出来了吗？我没看到啊。那我直播间你看。哪有图啊？这什么图啊？我操！第二，这是 P 的是星星的嘴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戴着那个面具之后都忘了我长什么样子。我可以戴着看一下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真的笑死我了。这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相机里面的一个特效？有奶，你别说，这个鼻子怎么跟你一点都不冲突？
你看，怎么跟你这么完美契合？我笑死了，真的。是啊，我没有背我那个乌龟，你不知道你买没买那个乌龟。什么乌龟啊？乌龟啊！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关了，我给你看。你一会儿别把自己搞不见了哟！完了，我已经卡了。快点截图！欢迎做一只无忧无虑的猪，快点截图！完了，我卡了，你看嘛！你小心，一会儿超管提醒你，你这露眼头。我真卡了，我真服了，我摄像头卡了，啥情况？你把那个关的重启，这个手机那个界面重启一下。我要发到那个，我要发到群里去，让他们笑死。你这个表情卡在这里太搞人了。我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已经好了已经好了。我给你看一下那个乌龟嗓。欢迎星期日，欢迎凯奇。这你买的吗？对呀，有奶每天都播啊，有奶。哦，他今天可能下的晚。头穿进去，那不热死了？这不多热呀、啊！这穿进去，就我跟你讲，你买个大一点的，然后你就背在背上，然后呢，你走在哪儿就在地上躺在哪儿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就相当于后面有靠枕一样的，是吧？就是对，但是你买那个大的话，你脚可以伸进去。我买了一个中等的，就看鬼片的时候都不害怕，感觉整个人被一个东西包住。就不会有鬼。但是这个如果你平时不用的时候放哪儿啊？没地方放啊，我想一想。抱着睡呗。这个东西应该特别的就是积灰，就是过一段时间应该特别积灰、哦、应该很容易积灰。嗯，欢迎五二八。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我那表情包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啊，你看。鱼子酱有一个这个。他们怎么都喜欢买这个东西啊？之前我看谁带了一个什么，好像是那个胡佳一，他有一个那个像蛋壳一样的东西，那个真的很好笑，真的，而且戴起来可舒服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给点点当狗窝，还有一点合适，真的真好。哎，那你每次晚上只有两把 PK 的时候，你 P 谁呀、啊？我本来每天我也就 P 个三把左右。我没有 P 很多，对，然后就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，我平时不 P， 基本上一般不 P， 因为现在他不是，八点到十点都不让，就是搞那种有带什么，比如说有那个的，然后他一般很多人都是那种纯唱歌的那种，就是连麦纯唱歌的那种，可能有，确实，嗯，现在你不觉得斗鱼主播跟锤友都少了很多？肯定啊，就是我直播间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没大哥了。为什么你就没大哥然后笑那么开心啊？我发现个问题，像我这种可能女孩子喜欢多一点吧，男孩子确实有点不了解我，就是觉得这个性格他们可能还是更喜欢温柔一点的，你知道吧？也没有吧，感觉不是喜欢温柔一点的吧。啊，反正就不喜欢我这。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每次一进你直播间，你的嘴巴都张着在。真的，哎，太喜欢笑了，我真受不了。大哥都被气走了。被笑走了，可能都。刚来的时候，我刚来斗鱼的时候，装了个月吧。装了一个月，温温柔柔说话，语气笑的时候，那你现在再装一个月试试看有没有大哥重新来看你？啊，不行，大家都叫我别装。
时候弹幕的时候你就忍不住，你知道吗？不也是的，有时候蛮被影响他们发的弹幕，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回不去了，就是那种发展一下副业，好好卖卖手机壳吧，有奶，不然日子怎么过呀？对呀、啊，这日子我幸好我的理想不是特别长远，也不至于。我这样想了一想，我这样想了一想，也不至于以后我嫁人我还得买房吧。我这样想了一下，又觉得没有那么大压力是吧？对，就没有那么大压力。你不可能，你嫁个人以后还得买房嘛？那买不起，那也没办法，那就跟我父母一起住呗。嗯，是吧？那也可以。我觉得人生只要不买房，压力就没有特别大。嗯，是的。虽然说现在女孩子应该经济独立或者做啥，其实我们这个工作也比外面上班个两三千块钱强。嗯。是吧？而且有奶想的还是很开的。对，我想我跟你说，主要是因为你现在住在爸妈这边，然后每天你爸妈给做饭干嘛的，你没有，你要是出去租房然后自己要花钱吃饭的话，你就会有压力的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我去了重庆成都大城市啊，嗯，你会有压力的，待着就真的不一样，因为大家都太卷了。我不知道你们那城市卷不卷，我听说反正上海美女遍地如云，美女中还要卷。那肯定啊，上海这种地方一般的人也不会去那边工作，太那边压力太大了，而且节奏很快。对，我们这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这里只有两家肯德基。你想高消费都不行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高消费。你们那儿我估计你出去都是你们那儿算很有钱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同辈里面。我觉得我走在街上我就是女神，这是然后就是这种感觉，我走在街上走的老快了，男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。你走那么快是怕人家就突然拦着你让你跟你要微信吗？我之前站在那儿都有人要微信。你笑我什么？你怎么不相信我？我没有，我肯定相信啊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啊？但是我这个人又不爱说，就是见到新的人啊，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害羞的，不会像直播这样就是这么豪放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害羞吗？害羞啊，你没看吗？你要我要是跟你现在这么熟，你吃我薯片我肯定说，但是你当时我都那么艰苦了，你吃我薯片我屁都没放。你吃薯片那个不是害羞吧？你那个是憋屈吧？我不好意思啊。那是害羞吗？那个种表现属于肯定是啊，要是我跟你现在这么熟我肯定要说，我说你不给我吃点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肯定不会说，我肯定不会说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状态。而且我有个弹幕说猪猪在演示觉得自己是钻石王老五。像猪猪啊，他自己在他那个小地方的话，他说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。如果不去大城市比的话，三十多岁还没有。你为什么开头都是这句话？你为什么先强调年纪？你不能说十九套房。你想想这个条件，你说如果他把这个条件扒出去，得有多少女的？嗯，确实是的，没毛病。但是堂主他有一颗少年的心，有没有办法？少年的心绝啊，真的。他真的有一颗少年的心。欢迎陈海。堂主又不是泡不到女的，他可能没有遇到自己心爱的人吧。这个东西就是缘分吧，可能没有到那个时间吧，毕竟还是个宝宝。是不知道追个女的，你要是喜欢个女的，你再直男都能变成个暖男，真的。你们男孩子就是，哎呀，渣都不行，哎，天天都来笑我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咋知道？你现在每天几点钟下呀？一般？反正现在五个多小时吧，一般不。都五个多小时？嗯，那你今天几点钟开的？我今天开的晚，我今天五点开的，五点。现在过了去了，马上四个小时了，我看一下收入多少。
别说了，我都麻了，习惯了。嗯，但是我每天说实话，直播还是挺开心的。他们说陪伴嘛，我那天你直播间主打一个陪伴是吧？我跟你讲。那天我直播的时候，早上看了一个主播，嗯，然后也是弹幕说陪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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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来那个女的说，她说大哥是可以啊，咱们需要陪伴啊，但是只有陪伴的直播是什么什么，我突然就想了一句，只有陪伴的直播我们的关系就像一盘散沙。确实是的，哎，我觉得说的好对呀，啊，真的风吹两步就散了。这样说的太对了，真的，只有陪伴的直播就像一盘散沙，没有风吹走两步就散了。真的都不用走好吗，哈一口气就没了。所以兄弟们，真的就是怎么跟你们说，或多或少一块两块咱们都记在心里的。你真的他妈天天白嫖。哎，你一块两块你记在心里，那你记得今天多少人给你送了一块钱的礼物的吗？送的礼物都在榜。欢迎 BB， 晚上好 BB。 我这个送个十块你都能上榜。记个怎么记。我真的笑吐了，真的我要吐了。我也是心态比较好，但是要是别人的话找个人就不播了。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嗯，晚上好，你看我们家要是上了黄牌子的牌子都是大哥给我送礼的呢，他怎么骂我我一个屁都不会放，但是像那种啊动不动办个卡的，嗯，要你把命给他那种。让你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，这个歌不好听换一首，我喜欢听什么的时候我当时就立马就执行。对，就这种我就有点受不了了，我就想要把他封。让他思考一下。哎，有人骂你的话你会怼他还是让他思考一下？如果有人骂我的话我应该让他爬吧，我直接封了然后再骂死他，然后让他还不了嘴，气死他。你要骂他是吧？我肯定要骂他，不然我都觉得很难受啊。真的这些人真的好过分，真的有些男的真的。他有的人说话太恶心了真的。然后他最主要是有的人他骂完我之后他还搞句开玩笑的。啊，我跟你讲 CC 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千万不要发朋友圈说七月对我好一点，八月对我好一点。因为发了一般的一个月就很不好是吧？对，真的发了就不好。我希望以后不要发，八月对我好一点。我去年就好像经历过，我去年有一个月就是月尾的时候我去拍了一个写真，我是随便发的一个那个。